好，基本上今天就是很多全明星的伙伴们一起来，房子啊、楼中、安安、新阳、我弟、新体，对，他们都有来。我昨天也有来看，我们昨天也有看第一场，我觉得这个剧本是很难写出来的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能够在台湾看到一场这么棒的比赛。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篮球，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很谢谢桃园云豹邀请到现役 NBA 的球星来，让台湾的球迷大饱眼福，然后也让台湾的篮球圈更丰富，对，然后今天就蛮开心能够一起来的。然后基本上今天就是很多全明星的伙伴们一起来，房子啊、楼中、安安、新阳、我弟、新体，对，他们都有来。我昨天也有来看，我们昨天也有看第一场，我觉得这个剧本是很难写出来的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能够在台湾看到一场这么棒的比赛。当初是一瞬间，就是点进去就不行。我们是用一只手机、一台电脑，然后应该说两只手机、一个电脑，然后都想不太到。应该说，其实昨天我们就来这边看了，对，连两天。然后昨天看到下半场的大爆发，那也很期待说他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更厉害的表现，这样子。对，把握好他平常的水准就可以了，因为他本来的水准是 NBA 的，对吧？就是他来台湾应该。水准一定比我们高，我觉得他保持住他平常的水准应该都蛮轻松的，我觉得。看到他的直播，他其实是蛮亲切、很接地气的一个人，他这种特质会让我喜欢他。急冲浪气垫哦，那两岁到六岁的朋友，则需大家的家长陪同。然后第四个，欢迎各位球迷在球赛正式开始前到运彩摊位注册会员，就可以参加我们台湾运彩神运。